当你们进到下犬式，脚跟呢尽量往下扎，收着肚子，屁股往上坐，对吗？手肘往内旋，肩胛推开。好，当你把脚往上送，记得骨盆哦，不翻骨盆，让它压着，把脚趾往上指，收紧肚子之后，你要往前移动的时候，先停在这里，把你的脚整个往上推，肩胛推开，手肘收，所以你。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手啊，应该都很稳定在这个地方，很像你的平板式。你看哦，我的脚有没有在后面？跟我的脚有没有在上面？我的手背跟上背都没有变。你要维持好你的身体，把力量留在那里，其他的才能够做别的事情，你才能够做别的事情，好吗？然后，所以这边要整个稳定好，让你稳定好在你的，其实这个平板是比较高的啦，因为你需要有东西，你要把空间做出来，让你的脚进来。所以你下来的时候，上去的时候，你的手背都没有变，然后你记得再深后，肚子收紧。肩胛推开，手肘往内旋，吸气的时候收紧肚子，吐气把肩膀往前推，让你的手腕正上方，眼睛看前方的点就好。Yes，很好，这里现在肩胛是推开的，但是收紧肚子，现在就下沉了，现在就集中了，再推开更多，背往上推，背推我的手，再推我的手，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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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很好，耻骨再上提，手肘往内旋，Yes，脚球扎好。为什么你的脚飞起来了？脚 就扎，对，很好，这就是你的 plank，对，很好，Abby 也很好哦，很好，好，来膝盖下，放松一下，